我们方季韦的精彩演出哦。Super Life 马上回来。Bure Facial Foam。只要提到军中情人，就很难忘记方季韦。从1988年第一张专辑《毁》开始，方季韦总共出过12张专辑，演戏广告邀约不计其数。虽然近年来重心逐渐转向戏剧，但爱唱歌的他始终认为歌唱才是他的最爱。欢迎好久不见的军中情人方季韦。像我这样用情的人，一定单人床，经常有梦。生命之中最爱的时候，就是在梦里头。尤其是感情的事，永远骗不了自己。我的心中，只让你停留。像我这样用情的人，一定泪流得比笑还多。谢谢哇，
非常好听的歌曲，好久不见，好怀念的歌曲哦。对对对，要不要先跟观众朋友问好？哎，电视机的观众朋友，还有现场朋友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真的很久不见了。虽然很久不见，但是哦，一点都没有变，真的没变呢。我们刚在后台，长头发很飘逸啊，歌声啊，好听，真的都没变，对对，非常厉害。不过当然这几年呢，戏剧的工作反而做的比较多了，对，反正是一种学习嘛。是啊，不过很难得啦，能够再回到这个地方唱歌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紧张啊，真的。突然直接回来当歌手就紧张起来了，歌词就忘了，因为跟背台词又不一样哦。大家都会唱，真的，你忘词大家都会发现。发现了吗？有，开玩笑。完了。不过，我想这个，因为你算是一个前辈，目前的现在这么多歌坛的新人里面，有没有哪一个你蛮喜欢、蛮欣赏的？有没有？前辈啊？不是啦，新的人呢、啊哦啊？你是前辈啦。对呀、啊啊，你十几年了，对呀、啊。新人啊？萧亚轩。喜欢萧亚轩，为什么特别？我觉得他很活泼，因为他又是学美工的。哦、嗯。那我就可以感觉到他的脑筋里面应该有很多的设计的感觉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有梦想。对，他也是自己做造型啊什么的。对对，那你对这些后辈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？这样、嗯，其实我是觉得多努力加油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然后不要后悔，那就好。好，那个前辈的话大家要放在心里面。谢谢谢谢，对啊，谢谢。他才出道两年，你看现在很可爱，三年了、啊，3-4年差不多了。而且刚刚叫他讲说后辈有哪些他觉得欣赏，他就不讲曾宝仪。你干嘛要你要讲一个萧亚轩？你让我压力很大哎、欸，他也压力很大。突然就想不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不要来开玩笑，我也在做美工。没有，但是我们每一个都要问一下，大家压力都很大。好了，不过我想这个真的很开心的，再次看到这个方季韦小姐，一直到现在很少有人都没变，什么军中情人就等于方季韦，很难被取代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对，再带来一首好听的歌好吗？带我第一张专辑的歌，我希望记得词。不是，你加油！考试，好像今天是来考试，有没有？对对对，就忘记是没有关系，因为其实就算是新生代歌手，也常会忘词的，对不对？更何况你们都是这种，对不对？这么久没有再唱这些歌了，什么歌来着？回，一起来欢迎方季韦，谢谢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什么？如果你走出我生命中，我将无法接受。是你走进我所铺的衣服里，一切旋律因此而改变。选择叫我不知该如何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，我在你心里有多重要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，失去你我是否
介入你的生活，那为何曾经要说爱我，只能怪自己造成一切的错，请你原谅我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，我在你心里有多重要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，失去你我是否会过得好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，我在你心里有多重要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明了，失去你我是否会过得好。谢谢方继伟。